大家好，我是不言，这是我今天早上在垃圾箱捡到的煤渣，现在呢不太容易捡到这些，所以呢我都给捡了回来，用这个来养花呢，非常的好，疏松透气，而且呢，非常的轻，用它呢，如果大家养花的话，不想埋土的话呢，可以大量的使用煤渣，但是呢，这个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，怎么处理呢？我们先将它这样踩碎，然后呢，放在水里，泡几个小时，然后呢，再冲泡几遍，将这个泥水倒掉。煤渣含有碱性，我们要这样泡水去碱性，然后呢再掺配食用，因为大部分的花卉呢都是喜欢微酸性的，我们要这样多冲泡几遍，将这个上面的泥尘水呢都倒掉，多淘洗几遍成这样。大的呢，大的颗粒呢还可以用来垫底，这个呢掺配营养土，可以用来养各种多肉植物，芦荟用这个养的非常好，仙人掌、仙人球都可以用这个，直接用这个来养也可以。然后呢，吊兰，这个绿萝，还有长肉花都可以用来掺营养土。如果想省钱的话，就大量使用这个吧。